跟你们讲话，掉了100点血。跟你们讲话。 什么味道？那个红烧牛肉面吗？妈逼，打这么凶啊！ 专业铁男。 怎么摁不出来呢？刚也许我应该直接 Q 3，没有摁出来。 连体狗 ，DF 20还行，啊，这里现在要被卡住。 排不走了，反正记住一个铁的定律：待点燃就一定会叫打野，不要问为什么。 刚二段那里应该直接 Q 3贴脸打人。我想的是 A 他应该会回头，还行，他掉了一个炮车线，撞了。打那么凶干嘛？ 铁男不出反甲吗？那你要打电话去问一下他。那你需要打个电话去问一下。叮叮叮叮叮叮，喂。 请问是铁凯冥魂吗？是的，就是我。你为什么不买反甲呢？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哼！现在打什么段位？不知道，好像钻石的吧。钻石的，应该是钻石。吃口面太饿了，我靠，没吃饭今天。 经验好像没差多少，二十六级。
那跑去哪了？他要买什么？他要买那个炸雪飞蛾吗？面没臭，没有啊！你放在锅里怎么可能会臭啊？ 你只有暴露在空气中时间长了，它才会臭，不然为什么没吃光的饭菜要盖起来？因为盖起来它不会化呀，笨猪，小笨猪。啊，放冰箱干嘛？不用放啊，拿东西盖起来，你放锅里啊。而且它本来时间它没有那么久的呀，它要完全变凉，它才会被细菌给那个呀。你要暴露在空气中啊，你没看过那个吗？你只要隔断了跟空气接触面，它其实不会那么快就那啥的。 我记得之前不是学过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初中的教材还是什么的，不是说，是生物课还是化学的，就是不是说有个谁做了个实验，他只要隔断了那个空气，他那个食物腐败速度可以延缓。刚居然没开大嘴，开大嘴追不死。 挖普洛夫，我记得好像是。对，造实验，还真没坏呀。你别整个放在桌子上就行，你拿个东西盖住，然后放锅里面，对吧？而且它食物它会有余温的，你在热的时候你给它盖上就行了。你尽量阻断它跟外界的接触就行了。 其实什么东西都一样的，哪怕是你没腐败之前，它食物里也有微生物的呀，只是有一些对人体没害的。但是你要超过十几个小时，那还是别吃。这个好像也才，我是6点钟泡了还是5点钟啊？这过了好像6、7个小时，我泡的时候很烫，很烫，啊啊的那种烫。 夏天容易闷坏，还好吧。臭铁男，你再 Q， 哎，喜欢用意，哎，这叫什么？叫乘风破浪。 一看主播就知道会冲浪，这招叫什么？这招叫乘风破浪，是不是？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反过来杀他3次。 压了他2级，压了4个镀层，这还玩毛线？人呢？看到你。风雨被时间静止。
怎么跑了一个风呢？哎，可惜，好大，他大不大他都死，他没闪。铁男想 K， 这 K 不了。算了，我吃了，这里刚好六个小时。 我操，2600块！再说口面，这面太好……哎，我发现这面泡泡的久一点反而还好吃。嗯，很抱歉大伙，我不想直播吃东西，这直播吃东西有点搞，但是肚子太饿了，我太饿了。 可能是因为面条吸水吧，它吸水之后，这变得很大。灵宝考上海南大学，恭喜！看得我都饿死。哼，那你来我家呀，我泡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分我半碗原谅你，行，你拿碗来了。为什么不能直播吃东西？ 三杀，我操！哥们的伤害，还好我是满城金符者，之前打铁的时候被破双杀。哇啊啊啊啊！哎，海神炮准备走喽，走喽！这主意还真挺不错的，来了伤都两次，零杠二。 I appreciate. I really appreciate. I really appreciate. 打铁男为什么先黑区？因为他有护盾，他有缓冲伤害，而且你需要 CD。 哎呀，烦你！想逃，哎呦，往上走。行行行，不跟你玩了，我溜。真的好吃吗？好吃，泡面当然好吃，但问题是你别天天吃泡面了，你搭配着其他的东西吃就行。 泡面它大概它里面基本上都是碳水跟油、维生素啊、膳食纤维啊这些东西很缺少，所以你吃完泡面你要吃点什么别的。它这里面就是油跟碳水比较多，面和。哇，二百八十九。哇，哇。 哦，这样子冲，太脆弱了，这么多人，算了，我走。
吃了就肥肥，那就肥肥肥肥就肥肥。我操，交闪不交打，真牛逼！ 哎呦，你也知道这 Q 3下来你人就没了，这个是真没办法，他就开个大过来，两刀给你剁了。其实我只是想吃面，又 K 吃面，怎么吃不完了？越吃越多。 哎，这泡面泡了酒，这个还真的是，这量还挺大。这个想吃面。我操，拿个1000直接买个盾弓了，那么有钱啊！泡面链接放一下，小黄车。艾克搞了个杀人书是什么情况？什么意思？这杀人书什么意思？ 就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白痴，买个杀人书，我操，他想的也太好了，能不能让哥们推个塔，就一座塔？哇，泡面是真的饱腹感好强。 等我冰刀，你就惨了，你们这些家伙！走走走走，那么凶！来了，最强三件套。 星虫黑切加冰刀，两刀一个，两刀一个，两刀一个。这些人不会打鸡血去打大龙了吧？我操，还真是！发神经是不是？好好好好，好嘞！ 好，远光灯不讲数值，就三个红炉头，这都敢打大的，真不想。六鸟怎么穿出去？应该穿。 我拿下50块到手，给钱。哎，大家点波关注啊！